大家好，我是豆皮哥，欢迎回到豆皮潮流 Real Talk。 如果 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频道的话，请赶快订阅起来并开启小铃铛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一起来开箱吧。这次的发售我没有机会用原价买入，所以这两双我都是用 resale 的 price 去把它买回来的。这次的石鞋真的非常漂亮，然后它发售的方式也是非常不同。它最特别的地方是它总共出了50种配色，然后每一双都有自己的编号。那我这两双是其中两个配色，这个其实是非常疯狂的，因为50种配色一次性直接把它发售出来，通常就算同一款鞋但是有不同配色，都是需要非常多时间一次一次的把它发售出来。这次50款直接一次发售出来，是一个非常疯狂的行为。这款的 Love One 编号1是使用全白的配色， Swoosh 是用银色的勾勾，然后它的中底是使用老旧复古偏黄的颜色去做一个呈现，最近是非常流行这种老旧的风格。接下来我们直接跳到第50号，50号是唯一一双全黑的配色，然后带有一些紫色的效果来去做呈现。这次的发售第一号跟最后一号50号是里面最稀有的颜色，中间第2号到49号基本上它全部都是用灰白色的颜色去做一个呈现。中间有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材质、他们的鞋带还有他们的 zip tie 做一些颜色的更改，就是这样子，但整体它是使用灰白色来去做呈现。来聊一下这次发售的方式，这次发售的方式是使用 sneaker app exclusive 的assets， 所以它是随机跳给你可以购买的资格。那我自己是没有这么幸运，所以我没有拿到这个exclusive assets。但是他 Nike 他的讲法是说，如果你在这个 app 上面很 active 的话，你拿到这个资格的几率就会比较高。就是像在这个 app 上面会有一些小短片啊，或者是有些鞋子的投票，这些你都去参与，都去看他的小短片。你拿到它的购买资格的几率就会提高，但是这些我每天都有做，但是我还是没有拿到。那有些人他的账号就是很幸运，每次都可以拿到。What？ 这一次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当你拿到这个 exclusive access 的时候呢，你结完账，他不会告诉你你买到是编号几。它就只会是一个所谓你买到这双鞋，然后像是一个 surprise 吧，你拿到的时候你打开箱后你才会知道哦，你到底是拿到哪双鞋。那通常一般人他们拿到的有买到的都是2号到49号中间，然后去做一个搭配。某些非常少数的人可以拿到1号或拿到50号，因为1号跟50号它的 resale 的 price market price 是比正常2号到49号还高两倍甚至两倍以上的价钱，所以这两个编号是非常稀有的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双鞋子的细节吧。首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盒子 Off-White 50的 box， 这一面这个侧面有50个小盒子，那这个就代表编号1号到50号，通常它不会有做任何记号鞋子来的时候，但是有些人在看打开鞋后看到这个是什么编号的时候，他就会在这边 mark 上面做一个记号，在他比如说是5号，他就在5号这边就会做一个记号，但这个就是看个人，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子做。那接下来就是他鞋底的部分，他是用一个黑色胶带的方式去做一个呈现，这个胶带它不是手工的，不是手工贴上去的，但是它这个设计感还是非常足够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一块设计是非常酷的。在鞋盖上面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大勾勾，胖胖的大勾勾 Swoosh， 然后这边有一些透明的一些洞洞是可以穿过去看到的，很多 Off-White 都是有用这个素材
透明的一些洞洞，是一个 Off-White 经典的一些设计。那在这一侧呢，这一侧是所谓鞋盒的 label 或者是说 tag， 就是上面是说你是什么尺寸的，然后什么公分数啊，还有这个 suggest retail price。 那在这一双鞋特别的地方是这个 suggest retail 的话有出现150跟180的美金的一个价钱在上面。那通常 Nike 出来的鞋子都是180美金的，那150的我觉得应该是一些潮流的滑板店发售出来的，他们那边的鞋子出来好像会有是150的一个价钱，所以当你拿到鞋，如果它是显示是150的，你也不要担心，还是去做一些检查，确定它是不是真假，但不代表说150就是假的。那以上就是鞋盒方面的一些基本的介绍。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看看实鞋吧。开盖子，然后这边它的衬子还是有，上面有写 Off-White 的设计，1985的一个设计。打开来看看这一双，这一双是拉第几号呢？这边有写第9号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双鞋的细节。好，这一部分呢，它使用的鞋带是一个粉色的鞋带，然后这边配上一些荧光绿的这个旁边，这它有多出的一块，这一块就是有显示9 of 50，所以它是第9号。这双配色它也是用皮革的方式，因为有些的鞋款是用麂皮的方式，但这一款它是皮革，然后配上粉色的鞋带，然后再加上这个 zip tie， 有些人是用 tag。通常这双 Off-White 的 tag 跟这个鞋带方式，在上一款 Off-White Dunk 它也是使用一样的设计方法，对，所以这个 tag 其实真的是 Off-White 的一个的算是经典吧。那有些人他会把它拿掉，有些人他穿着的时候就是挂着这个 zip tie， 其实看个人，这都是看个人。那这一双其实是真的蛮漂亮的，这个是粉色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双是什么颜色呢？第二双是 10.5 号，是我的尺寸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嗯，这一双是荧光绿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编号是多少。这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荧光绿。那这一双的编号就是第7号，所以这个是 Lot 9， 这个是 Lot 7。这两双其实真的都蛮漂亮的。然后这一双它使用的这边是一个红蓝色的这一块，配上湖水绿。这一双一样是皮革来做呈现，所以两双是一样，唯一的差别就是鞋带的部分，还有 zip tie。zip tie 这一双是绿色的，对。然后在它的侧身这边，它有Off-White 的一些字体在上面，非常酷的一双鞋。还有这边另外一侧也有一些字，FA 应该是 4， 然后21就是2021吧，然后后面可能是他的鞋的 SKU 编号之类的。鞋舌的地方他也有做一些洞洞的部分，不是每一双 Off-White 的鞋舌都有，我记得是在 Jordan 5代他也有做这一个设计，我看这一双有没有，这一双也有做这个设计，所以在这个我不知道看不看得到，对，这个鞋舌的部分它有做一些破洞的设计。
就是代表它 Off-White 的这些洞洞的设计。这款的 Off-White 50的细节还是整体来说还是非常足够的，不管是它鞋带的设计、鞋带的颜色的设计、旁边这一小块跟这个贴布的设计，还有它里面这个银色字体，如果它这银色字体放在更多鞋款上面，应该是会非常非常好看的，因为它有跳脱出来一般的设计。这双鞋的 resale 价钱现在大概是在300到400块，400多美金左右，很多人可以 afford 的范围内。但之后如果它涨上去，可能一双鞋要500、600甚至到700美金的时候，很多人应该就下手不了，就是说买这么贵的一双鞋子。对，但是相比之前 Off-White 发出的鞋子，之前发售的三款配色，那三款配色现在已经都是800多美金了，所以喜欢这双鞋的朋友们，可以努力的去找找看，或者如果真的需要可以私讯我，我可以帮你找到你的尺寸。开箱今天就在这边收尾了，如果你有对这双鞋有什么想法的，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不管是你觉得它这次 Exclusive Access 你有没有拿到，你有没有机会原价入手这双鞋，请让我知道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我是豆皮哥，记得按赞留言订阅，拜拜。